约吗？不是，该去便利店了。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事儿啊，如果能顺利进行，以后你就不用再这么辛苦了。女孩啊，以后还是得多注意打扮一下，啊。哪天我带你逛逛街，买两件衣服。 是去类似咖啡厅的地方谈吗？咖啡厅怎么谈重要的事情？那么吵，还容易被人听到。这儿安静，谈事情最合适。走吧。 什么呆呀？快进来！装什么傻呀？都到这儿了，还想玩欲擒故纵啊？这双拖鞋。 我弟弟小时候也穿过这种拖鞋，哪儿都有吧？确实没什么特别的。可能每个小孩心里都住着一个奥特曼，因为可以帮他们打怪兽吧。可是现实生活中，我们能依靠的。 只有力量微薄的自己，赤手空拳的面对，只有一点点权力，却能掌管别人生死的怪兽，哪怕被打趴在地上。周经理，你就是那个怪兽。哎呀。 你准备就在那儿站一晚上？你有什么话就在那儿说吧，我站在这儿听就可以了。都说了是很重要的话了，站在那儿怎么说呀？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话，都白说了是不是？ 是不是我的人？是要慢慢的。什么叫唆使你的人啊？大晚上的被你带到你家吗？很抱歉，周经理，我没有兴趣想做你的人。不行，赵春楠，看来你还没被逼到那个份儿上。 我已经被逼到那个份上了，否则我不会那么贱跟你到你家。周经理，如果你没有什么想说的话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行，想走你就走吧。不过，别指望我会送你。 走啊！
一男一女约会，光吃饭聊天，谁信啊？他们两个啊，肯定有点事儿。嘘。知道周静怡在哪吗？干什么干？干活去！头发好好弄一弄，注意细节。什么味儿啊？邓胜男，你喷的什么香水啊？这么臭！真是一个老鼠屎，换了一锅粥，烦死上菜，牛排，大塔，慢用。下次再这样，就不是柠檬水了。